15块。 Hey, say. Da ge weixin. If the Earth has one day to destroy, what would you do? Of course, eat. Noodles, Guangdong rice, pork chop. 全都要。下班以后啊，能在你这儿吃上一碗泡面配关东煮，就够了。真行，地球毁灭了还想要上班，打扰了。知道我不吃还给我送。 你不是不吃小龙虾吗？哎，可别学我啊！这么晚才尝到小龙虾。 小杜准时为您播报今日好文。前段时间，京都多明确要淘汰三类员工：一、不能拼搏的人，无论业绩好坏、职位高低，也不管是老员工或者。 也不管是老员工或者管培生，凡是不能拼或者拼不动的。二，不能干的人，也就是绩效差的人。三，性价比低的人，所以有人选择主动降薪，才能让给自己工资的公司留住自己。也有人说，京都多不够兄弟。 在小杜看来，人到中年不出众便出局，一切都变化得太快，快到很多人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打倒在地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一些人总在昼夜不停地运转，而另外一些人起床时才发现，世界已经变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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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变了。 已经变了，已经变了，已经变了。哎，你老盯着这手和刀干什么？放松放松，手腕、手肢都要放松。哎，你还。
是老盯着手和刀啊，这样怎么可能不紧张啊？来，闭眼。好多了。不是叫你不要来厨房吗？周叔，你答应过我的，我要是能像阿策刚刚那样，你就让我进厨房教我学做虾的。我说的是现在吗？阿策，点火。阿杰啊，你先把这两盘小龙虾端到那边去。也是我国嫦娥探月工程实现绕、落、回的最后一步，回意味着探月工程的最终收官。打扰了。知道我不吃还给我送，你就当是我给你做的吧。阿明，阿明，阿明，今日一时许，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接120指挥中心调度称，江北荣科新区有一女子坠楼，其身份尚不清楚。急救人员立即赶往荣科新区，据写字楼保安称，目击者发现时已无法辨认坠楼者身份。据悉，为了写字楼能正常运转，警方和急救人员已及时清理现场，为深夜加班的工作人员点赞。我能进来吗？
放松。如果地球还剩一天就要毁灭了，你会用这一天干什么？我想想啊，吃小龙虾，吃到壳带上山那种，吃个够。要是哪一天我能像你一样就好了。你要是想吃小龙虾，我以后做给你吃啊。但是周叔叔，我现在还不能进厨房跟他学做虾。等我以后学会了，你可不能不吃哦。可别学我啊！这么晚才尝到小龙虾。你好，你的小龙虾好了。点菜呀，只点一只小龙虾，他还非要我上来问，你们说怎么可能嘛？阿倩，你让他等着吧。起锅，上油。小龙虾呢，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实话实说，也没什么肉，外壳一定要爆香，外壳足够香，里边的肉才足够嫩，扎着手。烫着嘴，这是常有的事儿。美味的不是里边那坨肉，而是如何剥开坚硬的壳，吸干里边的汁儿。你要是想吃小龙虾，吃到壳带上山，等我以后学会了，你可不能不吃哦。时代抛弃你，连招呼都不打，准时为您公报。工作十年，年薪十万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一些人总在昼夜不停运转，时才发现世界已经变了。七十，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十二，然后呢？七十，毛主席说啊，要上九天揽月，现在呢，157，九天揽月，所以我们，应该是，告慰可以告慰毛主席了。另外呢，就湖南人啊，对航天做出了很多贡献，我们航天队伍
阿莫，阿莫，我是不是看起来好蠢？你看那个，453米，世界第13高楼。还有那个，那个，明明是我们点亮了整个城市的夜空，但我们只配拥有短暂的愤怒。先否认，然后再假装愤怒一会儿，然后对着空气讨价还价。妥协就妥协。你别这样想。你看，你还在第一阶段，否认。要不了多久，我就应该到公司去上班，准备材料，然后继续元气满满。不然我能怎么办？要么就去反抗，去逃避，退而求其次。那真正的幸福呢？去找人也太少了吧。到大排档来吧。你这小龙虾那熊样，大伙儿都看到了。小龙虾这东西，咱们店管够。真他妈了！我们在麦当劳发现阿倩的时候，她身份证、钱包都丢了。阿帆呢，是个金融学博士，之前抵押贷款把家底儿都赔光了。捡虾的阿潘，之前就在对面的东兴上班，大裁员之后就到店里来了。还有刷盘子的阿郭。你说的第13高楼，就是他参与盖起来的。那你呢？我跟你一样。我们都一样。我叫阿莫，我精通算法，写过代码万行。湘江从我的身旁北去，我们被看不见的写字楼包围。挑战了世界上最辣的小龙虾之后，现在小龙虾每天管够。每当夜幕降临，
不愿归家的人们都会来到这里，用咸香麻辣的小龙虾忘记一天的辛苦。像盐、油、辣椒、香料一定要足料，小火焖煮，这个汤汁才会进到肉里，才能有嗦起来的乐趣。灯怎么不亮了？在这里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。我是说，可能。我要捞的刀片太难捞的，你屋里人都没跟讲我老家是哪里吗？没来得及。没事，关系我是很熟的。